芝麻一茶匙，腰果二十粒，青椒零点五个，红甜椒零点五个，蛋白零点五只，虾仁四百五十克，芝麻油一茶匙，生粉一汤匙，白胡椒粉一茶匙，盐零点五茶匙，片糖五茶匙，镇江醋三汤匙，陈醋三汤匙。清，红椒切割备用。腰果榨至金黄压碎，芝麻炒香备用。虾仁洗净，开背去肠，加入盐及胡椒粉搅匀，下蛋白、生粉搅匀，再加入麻油略腌备用。香醋汁材料搅匀备用。配搭不同的醋混合使用，再加片糖碎调味，可提升味道。烧热榨油，放入青、红椒略榨，盛起沥油备用。再放入虾仁，快速炸至六至七成熟，盛起备用。取小锅，烧热少许油，放入香醋汁煮热，加入适量生粉片煮稠，放入虾及青红椒炒匀。上碟后放入腰果碎半碟，撒上芝麻即食。